徐悲鸿是中国近代伟大教育家与融汇东西艺术的画家，他将西方美术学院古典主义传统引进中国，在近代美术学校体制上开花结果。他出生于清寂，经历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思潮之后，成长于民国召见的动荡阶段，又经对日抗战的艰辛岁月，最终则是国共内战以及共党建政初期，在奠定社会写实主义传统之初，不幸英年早逝，无法延续艺术成就。幸运的是，他没有经历十年文革浩劫，免于遭受身心摧折。徐悲鸿于1895年生于江苏宜兴，宜兴位于太湖西岸，物产丰饶，盛产陶土，陶业生产远近闻名。晋朝周楚革新除害，以为洗面革新的楷模。近代画家吴冠中与徐悲鸿有同乡之谊。徐悲鸿早年艰困学习，获得父亲幼年教诲，奠定国学与传统绘画基础，及长又获得奔走各国鼓吹保皇革新的康有为赏识，曾经为康有为留下画像。傅增湘从1917年12月起到1919年5月之间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，推荐徐悲鸿前往欧洲留学。他为了感念傅增湘知遇之恩，1935年2月农历新春期间，总计5天到傅宅为他创作傅增湘画像。傅夫人感言，傅先生不知送出国多少人，只有悲鸿不忘先生之情。同样的情谊也可以在徐悲鸿初到上海贫困之际，获得艺文爱好者吴姓商人黄振之救济，往后也留下黄振之画像。徐悲鸿返国后，国家局势动荡不安，日本侵华动作频频，918事变占领东北，128事变攻击上海，直到华北事变举国沸腾。这段时间中日军事冲突不断，徐悲鸿将欧洲古典主义题材转化为中国历史故事，创作了第一部东方古典油画史诗《田横500壮士》。徐悲鸿描绘此图以表明国家不屈不挠的精神。徐悲鸿与妻子蒋碧薇携往法国留学，1924年完成3幅作品，分别是《远闻》《箫声》以及《琴客》，都是以蒋碧薇为模特儿。首先是阅读来自远方的书信，其次则是低吟吹箫，最后则是拉着小提琴的音乐课程。蒋碧薇素描这件作品正是琴客的素描。素描向来被视为习作，讲求轮廓准确、明暗对比以及构图表现。这幅素描不只显示出对象掌握的准确度，同时明暗变化相当柔和。女子拉小提琴，她的背影隐然浮现出正沉醉在乐声当中。裸女标记着丁卯，这一年相当于1927年，这年是徐悲鸿夫妇动荡的一年，从法国学习归国，事业并未稳定。或许这件作品应该创于归国前。裸女画在当时中国并不普遍，金发女子侧坐于石头上，身躯柔和，量体变化有致，笔调十分轻快，色彩活泼，轮廓不甚明确。虽然不尽然为完成作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为完成作的底色的选择，还有徐悲鸿的大胆笔调。另幅油画《莉莉像》的主角是徐悲鸿长女徐静蜚，小名莉莉，出自于英文百合花。小女侧脸穿着猩红色连身短裙，莉莉坐在水泥台座上，遵循西洋古典人物的侧面传统，只是头部微低，
墙壁斑驳，在动荡的战时岁月，徐悲鸿与蒋碧薇关系不睦，加上抗战存亡危急，处境艰难，纯洁的小女孩神情与动作多少隐喻着家庭与时代的诡异气氛。然而从青年像的人物神情、服饰以及完成度而言，或许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作品。我们从画中少年身材与容貌推想，他大约十余岁，充满无尽的朝气。他悠闲地坐在石块上，穿着白色衬衫、蓝色长裤，脚上系着凉鞋，因为石头较矮，腿部稍微向前，左手搭在右手上面。正因为这样的动作与容貌显得轻松许多，相较于莉莉神情的羞涩不安，画中青年显得从容自在，头部向着左前方，微笑中充满着面对未来的憧憬。青年人画像完成度极高，不论是轮廓、量体以及笔调，都可以看到色调的细微变化。白色衬衫上面的鹅黄天蓝色调的变化，更可看到徐悲鸿将古典主义的柔美色调与精细光影提升到自身风格，厚重而含蓄，饱满且活泼的精神。徐悲鸿生于苦难的年代，锐意向上，一生多情而才华洋溢，平素感恩之意受到中外众多大师提携，留学法德并保游欧洲诸国，主张艺术必须日新方得生机。传统的丰富学养使得他的风格不局限西方绘画，终能风格鲜明，融入东西方艺术于一炉。因为他的努力，漫长历史的东方艺术传统、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绘画成就，终能斟酌损益，开启时代新机运，在中国茁壮成长。东西方艺术的融汇，徐悲鸿鞠躬厥尾。